蛮喜欢的，因为他平常拍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凌晨六七点钟的花莲。凌晨六七点钟的花莲，也就是早上。一早。难怪这颜色不是平常看得到的花莲的色彩。对，然后因为他自己也是在 Seven 打工的店员。哦 ，Seven 吗？对、就是，是女生吗？叫什么名字？要不要介绍一下她的？哦，阿光老板，介绍一下她的就是名称。她叫阿宽。阿宽。对。嗯。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艺术家。艺术家。嗯，他主要是就是摄影为主。对对对。哦，蛮厉害的。对，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诗人的话是那个邱浩谦的作品。邱浩谦，嗯，他是花莲诗人吗？嗯，不是，他是我朋友，他主要在台北。那为对啊，小黑文本身又是花莲的特产，没错。对，然后还蛮深刻。然后我们当初其实在选这些诗或是章节地点，都在一些巷弄里面。Uh-huh. 我希望是大家可以刻意的在找作品的时候，也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些巷弄的一些生活形态，生活形态，因为之后巷街大道用完之后，这个巷弄的这个文化会慢慢的变少，嗯，就慢慢不见，慢慢消失。我懂，我懂。对，所以我希望说大家有在这个还有巷弄的样子的时候，还可以进来走走这样子，对。然后这个作品就是你有看到为什么？你有看到上面白色的喷漆？对啊，为什么？跟黑好反差。今天，我们停在这边的时候，然后意外的扯出这个公寓的一些问题。这里，嗯，因为他四楼有养盆栽，然后他以为是三楼在检举他，然后他跑去找里长，四楼跑去找里长来处理这件事情。Uh-huh. 然后里长不知道我们在干嘛，不知道是我们贴的， uh-huh. 然后他就用那个白色的喷漆在做二次创作。对啊，可是，真、哦、的，我好像有点，所以简单的说，就是他以为他家的小黑文飞到三楼家的邻居，他以为是三楼在检举他。韩哲瑞艺术家的作品，然后他把刺青的单记第一回呈现，他的刺青把它刺在果皮上面，然后我们也希望说用果皮来呈现那个时间感。因为它时间会慢慢的，会随着时间慢慢的萎缩或是发霉。哦。对。那为什么还要使用真空去做保留，就是保存性吗？对，然后再来是他想要，就是刚好买一台真空机，想说。哦，就顺便意思是。那是可是感觉不是一般的那种 tattoo art， 就是 tattooist 的那种。嗯。嗯对啊，它有什么特别含义吗？你就是他有跟你说吗？他是没说，但是他就是他这次吃的就是想说，就是以时间的作品为主。时间的作品。对，所以他就上面有 time 嘛，然后他的刺青的风格也是蛮随性。嗯。哇哦，哇哦，打卡。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，是说，比如说有些作品可能被消失掉，或是被喷漆掉，就可能是有一些民众对于这个作品不是很了解，或是有一些新的想法。所以其实这也是在做这件事情做一些反馈跟对话。你要讲一下吗？分享一下你在店里面的。我在我店里的作品是一位刺青师，然后他本身是花莲人，然后现在在台北的艺术大学上课。那会邀请到的是因为他是刺青嘛，那大家对于刺青就是传统的就是比较有极端有不好的东西，那所以我们这次邀请他是刺在果皮上。那果皮会随着时间可能会发霉、腐败或者是变质等等，那它的线条也随着作变化。
后让人家可以深刻体会到说，或许刺青没有那么坏，以及就是线条，因为我们肌肉刺在身上，人可能会变胖变老，它其实都会有一些线条变化，那我们就更直接的让他看到说，在骨皮上会有怎样的呈现方式。对对对。我们这次的话，总共有找12位艺术家，然后这样我们有街区型的，然后也有在店家。店家的。对对对。就是我们去那个。韩国，哎，他找到了。甘春文化的那个部分是，还蛮特别的。这是商圈的地照，周遭附近商圈的地照。那你看这次的活动到底是大概是什么？因为以往都是在跟他讲狗仔的故事，然后他对这环境也很有兴趣，然后像这一件第一件，也是刚看到第一件。我们希望说大家在创作，在透过我们这个艺术的一个地图，然后去找寻作品之余，也可以关心一下这边环境的一些变化。那这一个作品的话，大家放给市长稍微听一下。我们是用，它是用 QR code 扫的，这样子。对，现在我拍一下。然后给他拍一下，拍一下。不是市长，你可以去扫吗？我请市长扫一下，好不好？市长扫一下。亮的，出现线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哎，要不要拍？好。总共像音乐的话就19，然后像诗的话总共6件，然后静态影像的话13件。是我一个学弟，对，他本身也是诗的创作者，对，也得过几次文学奖。他会把案子这个是这个，我们换一下。你喝个咖啡吧，你要找我开始。哎，怎么找我？Hello， 出来。这边啊，那里头也有创作的东西。这边有创作的吗？他这个以前我住过的地方。上面不是有住人吗？对，就好像从那边上面的，哇，现在变成围楼，对这些设备，你看都少。所以我们也希望说，透过这些作品的点，然后我们来让大家来看一下，我上次有看过，但是我就觉得它好棒。我们也希望还有这样的一个歌曲。我以为我看错了，哦，这个眼睛没那么好，我刚刚仰视才看得到，不然就戴望远镜。哎，可是从洞里面看比较清楚。电影其实拍的不好做。